类的露营区，然后在跟朋友的时候我来试戴一下我这个雨伞，但是等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。这个是挂在身上的，然后可以吃吸铁。我的机车露营的朋友超强的，然后我等一下要坐在这里。就是我们刚刚从那边骑上来的路线，然后把机车先停在那边。碧山露营场入口就是从这边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骑进去里面，然后等一下再出来停车。从入口处那边走下来，这里就有一个船道，然后就还可以走到隔壁去，从这个桥走过去。那它这边有一个碧山露营场的地图，然后我们刚刚就是从这边进来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骑机车，所以我们先把机车骑进来，然后卸下我们的东西。然后你说骑开车走，开车走的话，它有那个推车可以借，然后就要从外面，然后一推到你自己的位置。不要停在停车场。对对对，车子不能开进来。好耶！这里很多树哎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在选位置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这里会有很多树的。对，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位置了。然后我们选的这区是 F5， 我们本来不知道这边会有很多树，其实这边超多树的哎。嗯，这样就会比较凉。对，然后还有 view。娟娟，刚管理员说我们的范围就是这边这一条，然后他说这边不能带宠物，然后晚上的话十点的话他们这里的路灯都会关起来，然后他这边的浴室热水要等久一点才会开始热，然后他要先跟我们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搭帐吧。这个就是这样转进去躺一个很，然后我是没有躺一个很，下面有三罐水，还要先放着，等一下我们再下去买其他的食材。好，那我们搭完我们的帐篷之后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营区有什么。然后它这边是有另外一区 A 区，它这边还蛮大的，很多蛮多位置的。然后它这边的厕所是在前面这里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厕所。哦，它这个是男女分开，这边是男厕，然后这边是女厕。这里有一个洗手台，看一下它这边，哦，蛮大的。它这里，哦，这里是浴室，浴室
的门是看起来旧旧的。嗯。然后他打开是哦，有冲洗的跟置物架这样。然后他这个浴室有一二三四间，它里面也是吗？对。哎，很多间哎。九间，他浴冲澡的有九间，然后再走进来，这也是厕所。他有坐式跟蹲式的厕所，也是保持得很干净。真的。然后他这里还有提供卫生纸，不错，很干净。嗯，超干净的。嗯，希望大家来的话也可以保持干净。对。现在买完东西了，又回到这个露营区，这里。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康乐中心，这里可以放活动啊什么之类的。对。然后它这里有推车，推车就是开车的人可以借的。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这里，这个是这一区块，然后我们的帐篷是在这个附近，我们是在这里，对之类的、嗯，这里吧，这附近。然后另外空桥走过去就是这一区。这区还有一些动物什么可以看，对，就比较特别的位置。然后它就除了这些，它现在有加一区在这里。然后我们的帐篷在那边，然后洗手台这边有很多个洗手台在一起的。好，我们刚买了提拉米苏，然后还有拉沙泡面，还有饮料。我们今天晚上就吃泡面跟菜，小冰块。我们现在来逛逛这个营区的旁边这条步道。然后这个步道走过去就是另外一边了。它这里有一区是很热门的区，它就是旁边有洗手台。然后它这里还有松鼠的那个什么松鼠的窝哦，还有一个松鼠的窝的造型，然后上面这里是鸟窝的造型，这个是蚁窝，后面那个是哦，反正它这里就是它这一区的就是有造型的区域，蛮可爱的，这一区就是比较热门一点。哎，有人订这一区耶，松鼠的啊、哦，就是他们，哇，这好豪华哦，真的。这地区很热门，都订不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来准备晚餐了。现在是5:30，然后我们就要吃新鲜的沙泡面加菜，还有这些肉片，对，跟蔬菜。那你觉得这个音质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。我也觉得，你是做错了。之后我可能打给我说你在哪，我在第三哦。以后请来第三找我。这很夸张，不走了。这很夸张哎，我也觉得很好，而且平日来的时候旁边都几乎没有人，不会跟任何人碰到，我觉得超好的。对，而且它离市区很近，只要开车或者是我们骑机车来才。离市区不到10分钟就到了，有的人还会坐公车，然后再徒步走上来。对对对，其实也蛮近的。对，然后它这边的夜景啊，然后就是从啊蝉呐、啊、哦，然后它这边的夜景也很漂亮。嗯，然后可是它这边很难订到位置。对，可是订到它有时候像今天就是很多人都取消，嗯，所以其实这边的那个管理的人员说，就是你可以当天2点直接到这里，然后看有没有位置，就可以看可不可以露营，也可以这样子。嗯，就是假如没有抢到位置的话，它这边的营区就是没有冰箱、没有吹风机、沐浴露、洗发露，那些都是要自己带。它就是提供水电，嗯，然后有饮水机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垃圾要记得自己带下山。嗯。
好，那我们就要准备去洗澡了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，拜拜。